我们本有必要因为一个小贼与官家失了和气，孙堂主，你说是不是啊？少主到，参见少主。这就是三年前血洗金水帮的盈余楼少主吗？从没露过面呢。 是银羽楼少主，是你杀的杨采薇，是我，是你杀的杨采薇。 是我，陈香主这几个手下，一个比一个贪生怕死，已经这般有骨气的出来硬扛，看来是被人拿捏了短处。那你可就得想清楚了，到底是得罪了他们危险，还是得罪我更危险？ 少主手下留情，听我解释。原来是你啊！这百花宫何时开始当县衙做事了？少主，这也不能怪我呀。前几次宗法大会，你都没有出面。 只是派人传话，说要对付潘大人，让我们不要插手。可潘大人毕竟天下闻名，又有郡主做靠山。我担心少主年轻气盛，要真把事情闹大了，恐怕我们四大宗族在河阳的根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牺牲一个叛徒的下人，去换得争端平息。 大家和平相处，少主，你不会怨我吧？没想到公主这般为我考虑，那我自然还是要谢谢您老人家了。少主客气。四大宗族同气连枝，你我之间的事，回去再说。而现在我正好有点私事。 要与潘大人相谈，糟了，阿强定是认为我被潘月杀了，怎么办？没想到你就是银雨楼的少宗主啊！怎么，和潘大人想的不太一样？貌若寒冰，应是狼顾。卓少主。 还真是有一双杀人如麻的眼睛啊！潘大人说笑了，在下是读书人，以打打杀杀为业，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不过，
Yang Caiwei did me a saving grace. I swore to repay him. He died for you. Today, no matter how, Pan 大人 must give me an answer. So you want to wait until today to kill me yourself? Of course. If I don't kill you myself, how can I forgive you?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hatred. Hey! 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你少在那撒泼！你别以为你什么都知道，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你那死去的朋友，他早地底下，他爬到你爬出来找你算账。双关之，你先别说话，给我闭嘴！你这个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再不跟你包扎，你就死了！你刚才说什么？ 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我杨姐姐对我可好了，兰花节就是她找我打的。上官小姐来找我买首饰，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呗。哈哈哈哈哈！阿江又发什么疯啊？你到底认没认出我啊？上官小姐，果真是胆色过人。 方才的一番直言，振聋发聩。刚才确实是在下鲁莽了。不过，上官小姐，你说在下冤枉好人，难道是已经知道这幕后真凶是谁了吗？没错，那日去生死方，我跟潘大人就是去抓凶手的。 秘而不宣，那是因为怕打草惊蛇。就算你不信潘大人，你也得信我吧。上官小姐的话，我自然是信的。少主，上官者和潘月是一伙的，他的话不能信。我说了，我信的。既然凶手已死，我与潘大人的七日之约就算了了。不过大人可要记得。 还欠我一件。不是，走了？哎呀，搭这么大个台子，一点响都没有，没意思。 我刚才那么一闹，他定然又会嫌我多事，说不定还会以此为借口赶我出县衙。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先发制人。哎，上官职，大人，我觉得我作为县衙的一员，自当挺身。大人你别客气，县衙有难，大人遭垢。 我要是袖手旁观的话，那岂不是辜负了大人当初愿意让我进县衙的好意？刘捕快，你说是不是？是是是是是，上官小姐，您今天是虎胆雄威啊！为了咱们大人的颜面，也为了县衙上下的安危和尊严，我们必须得赦免一搏啊！上官小姐临危不惧，救县衙于水火呀！ 简直是一女当关，万夫莫开！哎呀，令我等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我当时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邪不压正嘛！你别看他阴郁楼台狂，他狂还能狂得出咱们上官小姐和潘大人的手掌心吗？严重了，严重了，严重了。如此说来，我还应该谢谢你了，是吗？ 我是大人的属下，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情。你还清楚自己的身份啊？是谁让你当众在公堂之上说出凶手之事？又是谁让你当众与那卓兰江发生冲突的？这，那个、
你想要留在县衙，就该弄清楚自己的身份。若你再这么自作主张，以身涉险，我马上让阿泽把你丢回上官府。 公然顶撞淫欲楼少主，他惹出事，我如何与上官来交代？哦，李鹏，怎么开饭？李鹏，你干啥呢？怎么还不开饭啊？饿快点！嘿，李鹏，别过呀！李鹏，干什么呢？李鹏，饿死不成啊！哎呦，我操！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 出去赶紧，快去赶！走。啊？这定是卷了采买的银子跑了呀！哎呀，我就随便说一说，他还真跑了。那关键咱们中午吃什么呀？对呀，哎，对呀，饿着我们不要紧，饿着上官小姐事可就大了呀。是的，是的。我饿一顿没关系，我习惯了。那怎么能行呢，小姐？我自己的小姐，我自己来照顾。 哎，我可以。他，不是，陈三儿，看着比那李鹏做的强多了。这看起来是不错，这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哎，那你替大家尝尝，我来试试。 嗯，好像有点味儿，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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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这里相遇的日子，他竟已经认出了我，会不会去酒馆等我？ 少主，这个是十年陈酿的黄蜂，您慢用。不必了。少主，这是小店最好的酒了。我以前喝什么，现在还喝什么？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少主，就当做不认识我。是。回来，酒拿走。哎。 和杨虽说热闹，但平常能闲聊喝酒的也就只有你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与你不同，我只有你一个。嗯，在理。怎么在理了？说来听听。我分析给你听啊。嗯。你呢，可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哦，不对。 也有可能是寒门庶子，读了几年书就想出来闯荡江湖，可惜呢一事无成，你身无所长，但听说河阳遍地都是机会，你就想来这里闯出个名堂。但可惜啊，这河阳跟你想的不一样，这里是一个罪恶之城，这里的一切呢都由四大宗族把持着，你没有门路，没有人脉。 就更难混出头了，混到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呢，有债主。
有仇家，每天躲躲藏藏被人追杀，所以你到现在啊，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嘘，你小点声。被人发现我是义庄的收尸人，这顿酒咱们就喝不清净了。我分析的怎么样，对不对？嗯，算对吧。这江湖险恶，我确实无人可依。你既然无人可依，为什么还要在这厮混啊？这不是还有你吗？每个月可以陪我一醉的好朋友。好朋友。少主，少主，你果然在这儿。何事？这帮老狐狸，今日这热闹没能如他们的愿，又要喋喋不休了。少主，行了，我又没说不去。小二，哎，这壶酒留着，一会儿自有人来喝。公子，这壶酒凉了，我给您换壶热的吧。他说过，酒凉沁人心，就这么放着吧。姐姐，卓少主人已经到了。各位前辈，什么事情非得让我来啊？这白天还没见够。哎，你白天不是说了吗？自己家的事儿回头论。所以啊，我们想问问，你对潘月的指控也不了了之了，你这打的什么算盘呀？顾堂主。您这说的什么话？怎么能算是不了了之呢？今天案子不都说清楚了吗？不妨问问我们的蔡方主。这前几日潘月大闹生死方，竟能全身而退。你准备如何？哼，只要潘月不找我麻烦，我生死方便不再与他为敌。去去去去去。那你生死方不开生死赌局了？你传出去，你怎么好意思说四大宗族之一？我生死方有我生死方的规矩，赌客来我生死方为他的人生翻盘，我生死方就给他这个公平的机会，人家赢了，我们就认，这就是规矩。哼，你以为我们生死方像你们积善堂吗？只要银子给够了，连自己的亲娘都可以杀。哎，咱先不内讧啊，互惠互利，对不对？我还跟你们说啊，要照潘月这么治理河阳，咱们都得完蛋，你们信不信？顾堂主，你别急，明日起我便去守着县衙。若是这潘月做出对我们四大宗族不利之事，我不会坐视不管的。你去守县衙去？嗯。今日在大堂上，我见少主与那位上官姑娘眉来眼去，恐怕
卓少主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吧？正是。青帝，你与这潘月那么近，看来这难过美人关之人非我一个。哟，那潘月虽然姿色诱人，我却不是吃里扒外之人。今日所做种种，都是为了咱们四家着想，误会一场，卓少主不要往心里去。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信了。不会是欺我年少编话诓我吧？不敢。行了，我回去睡觉了，各位自便吧。哎，怎么这就走了呢？切，杀手在临死前还要试探我究竟知道多少，应当是四大宗族其中一家的亲信无疑。公子，蔡生没有嫌疑吗？蔡生若是为了阻止我查案，根本没有必要闹出那么大的声势，更不会守约任务离开。看那杀手的反应，也应当不是阴雨楼，但尚不能完全排除。青帝亦敌亦友，动机叵测，只有金山堂没有打过交道了。阿泽，你派人去盯一下，看看金山堂最近有什么动静。是。等等，上官职怎么样？他昨日一个人出去喝酒了，一路上都很安全，没什么异常。去吧。是。这令牌上的六到底是何意？水波纹组织在河阳经营已有十年，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不妨去当房看看。大人，你还真是执着。彼此彼此。大人，您先请。中秋月饼是嫦娥仙子亲手做的，吃了就能飞到天上去，到底是不是真的？万一你飞走了，我怎么办？傻子，我肯定也会带着你一起啊。怎么没感觉呀？皇上驾到！快跑！
阿九，有刺客，保护皇上。是。玉儿，玉饼是我偷吃的，皇上要砍你就砍我的头。不，不是潘月，一人做事一人当。玉饼是我吃的，皇上要砍就砍我的头。侄子年幼无知，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罪。青梅竹马，天地良缘，何罪之有啊？朕便赐婚你二人，结潘阳之好，定三生之盟。谢皇上。没想到河阳积压了这么多悬案，这些卷宗的背后不知有多少含冤受屈的百姓。正义不伸，公道难明，百姓如生在长夜，似釜底有鱼。待查清水波纹一事，待抓获幕后真凶，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为何会变成上官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阿福，少主，有何吩咐？去帮我准备一些东西，金一百两，银五百两，锦缎一百表里，绢四十匹。对了，多准备几盒立香膏。少主，你准备这些做什么？我要确保一人永远无法再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若是累了，不必勉强。谁累了？怎么会？我精神好着呢。大人若困了，可以先回去休息。不觉不觉，不偏不倚，不慌不忙，不期而遇。千丝万绪留下几句，不问花前日。谢大人。不紧不慢，不回不去。早些看完，早些休息。不弃不去悲喜，一生一世落下几笔，不负此心意。与我的眼目负晴空，与你心谈话中，与我四季与你轻声，与流年去匆匆，与你花间晨风相拥，与我幻然重复旧梦，与你暖意与我浓浓，与身与共。你看这儿。灯会暗，
大人，问你一事，河阳有一只泾未破的悬案，灯会杀人案，你可还记得？记得，当时此案闹得沸沸扬扬，正是属下经手调查。我看卷宗上记载，在凶案现场有发现一块令牌，那令牌如今何在？那块令牌被人偷了。偷了？啊，当时属下只是负责此案的小捕快，捕快头叫孙芳，因为看守政务不力被革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孙芳，他如今何在？他离开县衙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把他找来，有话要问他。是。等等，此事低调，切莫声张。明白。他们是阴雨楼的人，这怎么又跑到县衙了？不会又来找潘大人麻烦吧？找麻烦应该带家伙来呀、啊，我怎么感觉他们是来送你示好的呀？你看那个，阴雨楼主。他又来这里做什么？不知道啊。少主，你们先出去吧。是。阿福，把桌子往外拖一下。是。就这样吧，阿福，你也先出去。好。潘大人，又见面了。卓少主，你这登门是不是也太轻了？今天又是唱的哪一出？你放心吧，今日我不是冲你来的，而是找他。啊，卓少主。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令我见之不忘，思之如狂。别胡说。没胡说。那个卓少主，咱们俩呢也就见了一面，你这样实在是太突然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曲定终身，我对上官小姐亦是如此。啊，阿江，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呀，卓少主想上演一出凤求凰，我本不该干扰，只是这里既是县衙，而上官芷又是衙内之人，他若是不愿意的话，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倒也不必。那你是愿意了？啊。卓少主，我跟你呢，虽然也是一见如故。但是我上官只对感情比较喜欢那个，细水长流，咱们先做朋友，多了解了解，其他再说嘛。好，上官小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也是受宠若惊。上官小姐，你从京城而来，河阳很多好吃的，定是还没有尝过。这是我们河阳有名的栗香糕，你不妨先尝尝。那真是太好了，看了一晚上卷宗，还没吃早饭呢。不会吧，我们名满天下的潘大人竟会如此苛待下属？自是比不上卓少主笼络人心的手段啊。不过这里既是县衙，那自然有县衙的规矩，当然不是些寻常的
江湖帮派可比的。谢了。潘大人，你误会了，我对你还有这个县衙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是怕自己心爱之人再次受委屈。我就给你拿水。对了，卓少主前几日在公堂上说杨采薇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没和你说过？看来他对你还是有所保留。他既然答应嫁给我，那我们自是两心相悦。会不会是你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呢？这很难说吧。哎，杨采薇啊杨采薇，若是你泉下有知，能否指点我一二，你到底是恨他还是信他？需不需要我为你出这一口恶气？那个卓少主，我听说杨姑娘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所以我相信她一定很想知道幕后真凶是谁。有道理，那还请上官小姐给我指点一二，告诉我这幕后真凶该从何查起。查案之事乃是我县衙之务，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上官小姐，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啊？既然上官小姐为难，那我便不问了。不过上官小姐有任何事情只管吩咐，我卓兰将定当义不容辞。还有我的一片真心，还望上官小姐能够再考虑考虑。我真不知道他今天来。你自己的私事嘛，你自己处理，只是莫要因私害公。还有，召集所有人，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商议案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它收了。啊，我收。还有半月便是夏至，听说河阳以往都会在这一天举办灯会，万人空巷，蔚为壮观。不过因为五年前的一桩悬案，这个灯会因此取消，殊为遗憾。今年是我来河阳的第一年，我打算彻查此案，给河阳的百姓一个交代。大人，前任县令对此案已有定论，乃是恶交杀人，这旧案再提恐有不妥吧。哦，旧案不能重提，这是哪儿的规矩啊？这没有这个规矩，只是什么？刘捕快，你难道还想继续敷衍搪塞吗？哎呀，不敢不敢，大人要查此案，小的一定肝脑涂地。上官纸，把卷宗记录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遍。河阳傍水而建，传说水里潜有恶蛟，因受伤没有化龙入海，恶蛟状如蛇，手如虎，长至数丈，看见岸边嬉戏或行舟之人，会将人拖至水边，吮其鲜血，血尽方止。故而每年夏至，河阳举办盛大灯会进行祭祀，祈祷恶蛟飞升化龙，不再危害河阳。灯会渐渐演变成老少尽欢的一个节日。然而五年前灯会上发生了一桩凶案，尸体于河边树林发现，经仵作验尸判断是枪血窒息而死，伤口在天突穴，深2至3寸，就像被野兽的利齿所伤。但奇怪的是，伤口切面平整且呈蓝紫色，而伤口周围却肤色苍白，没有一丝血痕。现场没有发现拖拽或者搏斗的痕迹，死者似乎没有任何抵抗。官府查了一番，没有结果。孰料第二年灯会又死了一个人，死状与一年前的死者别无二致。此后流言四起，
人们都说是恶蛟所为，他勾魂吸魄，让看中的猎物自行来到偏僻处，然后噬人鲜血，致人死亡。此事影响越来越大，第三年冬会，县令派出大量人手潜伏人群，试图抓捕凶手。本以为万无一失，可是当天却接连死了三个人。发现尸体的地方虽然偏僻，但距离热闹处不足十丈。灯会上的游人却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喊叫之声，百姓们愈发觉得此事非人力所为。从那之后，恶蛟嗜血的说法也就甚嚣尘上。去年开始灯会停办，案件的调查也不了了之。大人，这个事儿我能证明，当年在案发的时候，既没有明确的动机，也没有确凿的线索，整个案件特别诡异。这确实不像。行了，我不相信所谓恶蛟杀人这种无稽之谈，如果有，那更好，扒了他的皮，做成灯会上最醒目的天灯。还愣着干什么？分头去查问死者的家人、证人，还有报官者，再查看卷宗有无遗漏的线索，然后回来汇报。是。那我先去询问灯会案第一个死者乔叔的两个女儿。上面说他们在银雨街卖冰饮。哎呀，你说这没法整。上官小姐，要去哪儿？我载你一程。阿娇，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我也没想到。还能听到阿香这两个字。今日你没有生气吧？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我以为你会怪我擅自上门打扰。哎呀，我知道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上官只是有你银雨楼少主罩着嘛，让他们别欺负我，对吧？你懂就好。但是你以后别搞那么大阵仗了，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对我一见钟情呢。如果是真的，你可愿意？啊？开个玩笑的。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对了，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她为了嫁给潘月，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我为了找出幕后真凶，只能借用他的身份回到县衙。倒是你，怎么我三年前认识的小混混，如今摇身一变，哈，成银雨楼少主了？所以你愿不愿意跟银雨楼的少主做朋友呢？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为了他，
平，多少个眼神骗过我的是诚恳，困住你的是认真，过往太重难免讳莫如深，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才能对爱恨从容不迫，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是洒脱还是软弱，许是误入了心门是仓皇的不忍，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挣扎几番轰烈哪怕愚损却不忘此生，若是草木皆离人，若山水皆空门，一朝梦也心深，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只愿一不负这段念念情深，许是误入了心门是仓皇的不忍，是不敢与你执着